没有钱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试一试，口袋。二楼的朋友、三楼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我的行列吗？等一下，当我说口袋的时候，全场一起说没有钱，口袋没有钱，口袋没有钱，口袋没有钱，送给你们。再跟大家宣传一次，12月10号在哪里？台北流行音乐，怎么又上来了？够专业吗？够专业吗？对，12月10号在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晚上7点，有我的那个以个人身份出道的第一场大型演唱会。对，然后这场演唱会会唱这个差不多将近30首歌。对，然后会换很多套衣服，哇，用心准备哦。对，然后也会跟歌迷很近距离的接触，可以说是准备满满。兵哥，对，距离12月10号剩2个礼拜，对，剩2个礼拜。目前准备如何？准备的如火如荼。哎呦，状况调整都 OK。对，就是每天早上起床跑步。哎，为了演唱会有在锻炼你的体力。对，然后还有要练团啊，然后练习一些舞蹈动作。哦，有舞蹈，关键字出来喽。有舞蹈哦。就希望可以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表演。
全新的小品是十二月十号《狂人的再进化》，是十二月哦，讲的好像广告哦，十二月，好汽车广告，对，十二月十号小品是个人生涯首场大型演唱会，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好不好？就剩两个礼拜。哎，那炳哥，你饮食最近有调整吗？饮食嘞，你觉得？饮食有啊，最近就是吃比较多蔬菜，然后我也不吃红肉了。哎，不吃红肉，为什么啊？就想要吃白肉了，吃鸡肉跟鱼肉。比较会让你有体力吗？还是？是，就比较健康。哦，比较健康。对对对。哎，可以说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准备演唱会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希望可以让身体状态好一点。有早睡早起吗？有，每天都睡很久，我每天都差不多十二点多睡，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我就直接睡十二个小时。哇，是不是很羡慕我？睡很饱。大家辛苦了。大家十二月十号好不好？一定要到现场来看一下，每天睡这么饱都没有在准备演唱会，睡十二个小时，走，你还在睡？十二个小时睡要十二个小时准备演唱会。可以。我们把一天的一半奉献给演唱会，是因为消耗太多精气神，所以另外一半十二个小时我们拿来睡觉。哎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炳哥，你的演唱会还有什么？除了这家，有什么小惊喜可以偷偷先透露给今天到场的每一位朋友吗？小惊喜哦，是的，就是有准备安可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准备蛮多歌的哦。歌曲是不是会重新编曲？对，就是我会唱以前我在 MP 时候写的一些作品，然后也会唱我《凡人》跟《狂人》这两张个人专辑的作品，然后也会准备就是几首大家比较耳熟能详、从来没听过我呈现的作品，然后我会重新编曲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诚意。哇，哎，曲目听起来很丰富哎，很丰富啊，很丰富，而且再加上刚刚他说的有舞蹈，还有新衣服，新衣服好像不是演唱会中的，没有演唱会看这个造型，主要是要听音乐。音乐加造型，我们两者合而为一，才是一个非常棒的盛宴。对，而且舞台很厉害，除了那个延伸舞台之外，其他的呢？专业吧，还不能讲，还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哦，但开场就会给大家满满的震撼。哦呦，对，我们就点到为止哦。今天来的有福气了，你们开场会被震撼。7点开始，大家一定要准时进场，好不好？对，北流那边其实交通算蛮方便，蛮方便的，坐到昆阳站或者坐到南港站。再步行个五个小时就可以到了，十分钟啦，步行一下，很近，其实很近，非常非常的棒。所以大家十二月十号还没买票的，再提醒一次，后面还有卖，影音商品售票处那边还有卖。听说所剩不多，是所剩不多，剩那个2200跟1800的位置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还来得及。那炳哥，今天。还有其他曲目要带？当然有啊，当然有。他们等很久哎。好，没问题，那你先下去。哦，我要下去。